一家大小都会有机会互相传染，打了疫苗会保护好自己和家人，为什么不打？ I need to go out every day. I also got vaccinated to give myself more protection. 我打了，我都叫我先生尽早打针，等大家快点过回正常生活。多些人打了，我就有多些保护。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，就算打了，我都会继续做好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。